精神小妹来了，哎嗨，朋友们，哎呀，他是谁呀？这是我家狗北，小北来了，对，小北来了，磊磊来了，丽颖来了，小北，小北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小北，小北，这是我家的女明星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接过大世面了。见过大世面了，我们要不要选个位置先坐一下？我坐这儿。今天好像是开我的冰箱，对不对？开你的冰箱。OK， 来，给小北换个面。看一眼我。很乖呀，很乖，很乖，很乖。他因为啥累了呢？今天他怎么来的？坐车来的。是这样，上午呢，我带他在那个我们节目的外边跑了一圈。跑完之后他就软了。我明白明白。小北喜欢。哎呦，被这么棒，被这么棒。他喜欢被这么棒。他喜欢被这么棒。他喜欢被这么棒。这个抱狗的姿势像宝宝一样。你带的什么呀？我带的是狗粮。狗零食。OK， 可以可以，很贴心很贴心。让我一秒钟吸引小北的目光。喂喂喂，他是广西 local 猎犬。广西 local 猎，他的学名叫做广西土猎犬。土猎犬。嗯，有一天我遛他在横店的大马路上，遛了狗友，老大爷说，呀、yeah, 小伙子，你这狗的啦，叫广西土猎犬的啦，就知道他叫广西。这是一个横店的大爷给他命名的，是吗？广西土猎犬。你有去搜？真的有？他确实是有，他能非常准确的分辨哪个是外卖员，哪个是快递员。看那快递员，一看到外卖员，不，你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多大？这么大，这么大。你在横店捡的吗？我在深圳拍戏，在深圳北站发现了他，所以就叫他小北。有人来找吗？这边没有，这意思是说叫我带回家了呗。一系的，喝了北京，哎，是不是？完了，这回认主了。找一宠物医院吧，因为老帮着忙，看到这儿，今天得去。今天你被收养了，好吗？被屋里收养了，享福了。来了，镜头里边没你啊，快走。这路小北，叫小北。北，你刚才去外面有认识新的朋友吗？你有没有参加狗界轰趴？下次轰趴就可以一人带一只狗。一人带一只啊？就让狗来玩游戏，大家的狗来做一个游戏。但是还是得他有，像小北就是属于浑然天成，而且是好难得综艺首秀留在我们这儿，我们真的是荣幸。来，为我们小北的综艺首秀。哎呀，感谢感谢，作为小北的经纪人，我非常感谢今天各位。见证了小北第一次的综艺首秀啊！以后大家如果有什么狗狗的什么需要啊，模特啊，只要狗相关的东西，考虑一下我们家小北，好吧？哎，啥话不说了，这杯我干了。好，我也干了。我也干。你随意，你随意。哦哟。